海鲜美才没有呢，是食材足够新鲜。怎么做到的？能、no, 是它，海尔520升全空间保鲜超薄零件冰箱。然后呢？外卖到了。我下周要出差了，主人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我来教教你这个冰箱怎么用。这台冰箱采用全空间保鲜科技，需要保鲜的放湿区，需要干燥的放干区。冷冻区是智能恒温的，就算把肉肉放里面一个月，口感也不柴，营养美味，棒棒哒。这里是变温区，温度可自行设置，放什么你说了算。那放雪糕好了，饮料给你放这里吧。居然一点都不占地方，厨房都变大了。那是当然啦，